啊，放凉，否则我把你手机都扔了。你扔扔看看，来，来，扔，拍，来扔。来扔，给你扔。你干什么？不要拍了，给你扔。等会再处理好吧。等会等民警来再说好吧。民警来了，我在民警来之前，我要把它录下来。民警来了，我全程也录。你录什么录？口罩戴好。录怎么样？把你的东西都弄好。我什么东西啊？你告诉我什么东西啊？你口罩戴好啊。离得两米远，谁跟你们那样接触？你这种人是神经病。再说。你这种人神经病。啊，你不是神经病，对吗？里面的老百姓没东西吃，求着我们叫我们给送东西，到门口了，里面没吃的啊！你不跟人家，他嫌累，他说累送不了，他嫌累。我这么说的吗？你刚才不是你怎么讲的？我这么说的吗？我是这么说的吗？那你怎么讲的？你说，我说你们接这个单子要考虑到小区的情况，至少你们团购的时候要把不是我们要的，知道吗？那这个团购的信息你要先跟两村联系一下。不是我们要的，有这么多，不管你是谁要的，你都应该先跟我们。你是居委会的人，知道吗？居委会只要超过三分之一罢免你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你去让他罢免我们吧。没见过你们这么你没见过你们这么垃圾的。再说一遍，你才没见过你们这么垃圾的。你口放干净点，你口放干净点。没见过你们这么垃圾的。你放干净点嘴。没见过你们这么垃圾的。啊，你说话文明点行不行？对。那你们刚刚骂人怎么不讲呢？谁骂人了？骂了，就他们。谁骂什么了？就他们了。骂你什么了？我骂你什么了？那你少来吧，是不是？骂你什么了？有证据吗？有。你刚才骂谁傻逼啊？我说你少来了，谁说来了？啊，你听话听得清楚吧？有证据，听不清楚，耳朵去看看病去。骂你什么了？说什么？我说你听不清楚，就耳朵去看看病去。我耳朵有毛病是吧？妈，我能听懂人话，听不到狗话，懂吗？你再说。听不到狗话。你才狗嘞，猪狗不如你们。狗东西，你这种人。对吧？你们二村的居民，等一下我发到群里去。就这一位啊，就这一位，看清楚了啊，就这一位。那个物业经理，啊，还有那个物业经理，看到没有？还有他，就是他，他就是物业经理。哦，马上发到群里去啊。